看，哎，哎，如果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场65公斤级的超级战啊，尔康对上了雪山飞狐白利帅啊，白利帅，在尔康飞比尔康，对，我就想问是幸福啊，是吧？是。然后那个白利帅呢，他是在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了，然后之前拿到过咱们河南省的拳击锦标赛的冠军，而且他现在，我觉得今天对于尔康来说比较麻烦的，倒不是这一点啊，而是。白利帅这边他不仅是一个运动员还是一个教练员，这一点我觉得比较可怕，就是因为他可能会从另外一个维度来思考比赛。所以更加理性了，对，身高臂展上，身高上还是差了一点点，9公分的优势吧，9公分的优势，臂展上是12公分的优势啊，可以看出来这个尔康呢也是高出来半截啊，没错。今天尔康也换了造型，哎，发现今天比赛的运动员是不是都是吧？重新换了发型和发色啊，是，改头换面嘛，嗯，重新开始啊，从头开始，从头开始，嗯。那尔康呢，也是响明的徒弟，对，也可以说是响明的侄儿，对，刘响明的，他们俩师徒关系，没错，同时呢也是叔侄关系，是，嗯。曾经我还采访过响明，我说这个现在尔康打的成绩也不错啊，有没有觉得他以后一战成名了之后呢，名气大于你了，你害怕不害怕？小明说：“哎，青出于蓝胜于蓝。如果他真的一战成名了，那也是啊，好事、啊。对，给我增光添彩了。没错。哎，这场比赛我们看，白利帅，我觉得大家都已经比较熟了吧，对吧？从2013年开始，然后就在我们武林风的比赛当中啊，2015年包括2016年、2018年的持续在打比赛啊。嗯。然后最近的比赛是2021年的时候，9月份我们武林风黄金拳王争霸赛郑州站的时候战胜了王家乐哈。对。所以这场比赛面对身高臂展比自己高很多，而且人高马大的尔康，我觉得他今天第一回合整体的打法还是不错。就是一个步伐灵活，一个步伐稳重，没错。他们俩其实一个鲜明的对比啊。嗯。而且一个是老将，一个是年轻小将。是的。所以两个人在整个第一回合进攻输出并没有那么的激烈哈，反而都是在移动当中更多的去找机会，但步伐的压制上还是白利帅这边游走的比较明晰一些。是的，但是并没有，你看我们大家看到并没有太多的就是上顶的步伐压制，但基本上游走过程当中，然后给出的这些个突然性的进攻还是白利帅这边做得更好一些。而且他的这个有效的打击，确实是打中了啊。对，就是打的相对来讲更准一些，就是说有点鼻子有点出血了，出血了。嗯，对，这个要在局间的时候抓紧时间处理一下哈，就是因为一旦鼻腔出血的话，很明显的一个事情就会影响到自己的呼吸。哎，没错。对，就是他很可能就是，尤其是在做这种。他无氧之后啊，就是比如说我憋着一口气，咚咚咚一顿输出之后，这个、我需要大量吸氧的时候，对，这个时候容易呛到，是吧？对对对对对，很容易呛到。好，第二回合双方屹立再战，我有一点点担心了啊，毕竟我刚看到站上擂台准备比赛的时候，白利帅这边他的呼吸状态已经发生变化了，会影响到接下来的，没错，输出了，是，嗯，又是一拳。当然这个尔康呢可能主动进攻不如白利帅的多，但是他的防守包括他的灵活的移动啊确实是不错的，是，嗯，这就是我们之前比赛当中的时候也说过哈，他现在这感觉就是能够绕出来，是，就是步伐绕得很明白，哎，这个闪躲真的好，给的不错，好的，这两拳给的不错啊，现在看对手就是尔康这边击打的效果还是不错，
看来白立帅这边鼻腔出血的情况还是蛮严重的。哎，有点严重了。对对对，场裁张鑫老师需要抓紧时间的去处理一下。就场裁其实在擂台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避免运动员受到不必要的伤害。对，就算受到伤害了，咱们要及时的去止损，或者这场比赛直接叫停。没错，而且况且我们现场还有医生。哎呀，这打到了，这三个组合打得非常好啊！哎，尔康找到节奏了，是他身高臂展的优势发挥的还是非常的明白啊，而且这一波连击打的输出的连贯性非常好。对，因为他的连击，他现在的这个打法是基本上在做我从远距离往中距离再往近距离去打，是有一个节奏的变化的。没错，刚刚这波输出打得不错啊，非常的奏效，往下还能照着这个路数去打，上钩给前摆，给对手点到。这时候尔康要加紧节奏啊，是他现在就是白立帅现在的这个打法上，我他可能是受到他的鼻腔的影响，对，有一点点问题。对，就是你远距离你现在被对手限制的，中远距离被对手是牢牢的限制住了哈，近距离你打进之后呢，可能会因为你鼻腔的影响也发挥不出来太大的一个动作。对，现在关键是你内围自己又没有打进去，就是自己上压的这一步给的不够，所以还是不够坚决。你要不然就是上压一步之后像刚刚这样，对吧，就是找一个距离然后给中扫，有一些担心了，对，我退出来，要坚定自己的步伐哈，对，而不是我在中远距离的时候在犹豫被对手限制。没错，就是我到底进去还是不进去没有想明白。哎，尔康这个时候我感觉他现在比较是冷静，对，刚好吃对找机会吃对手的这个犹豫嘛，所以我中远距离打起来就比较顺手。是的，对，又是一个点完之后又给一拳，然后中距离的时候就给摇闪，好的，这是前摆腰踢，给自己的前手丈量完距离之后被对手接腿。对，尔康其实他少一点反击啊，再把这个防守反击做得更扎实一点，可能他这个对输出的密度就更高了。没错，好的，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结束哈。其实在我们看来整个第二回合就尔康可能比第一回合的进步更大一点。没错，就是他整体呈现出来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对对，就是想明白了一个事儿，就是我现在能从我的远距离往中距离去打，打完之后再往近距离去进，就是，像放风筝一样。没错，就是收放可能会比较自如一点，而且我整个进攻的这条线路啊，就距离上的线路理的已经是非常清楚了。但是对于白立帅来讲，就是说我们刚刚说那个问题，就是我在中远距离是被对手限制了，对吗？那我往对手的内围去打的时候，就没有太多的这个动作进去，就我并没有看到太多他往，就是自己的中距离往，甚至往对手的内围去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吧？基本上就停在了，最多停在了中距离。对，而且我又不是说我远距离从远打到中近，然后我马上给一腿或者给一拳我就出来了，又没有这样一个过程，就被对手从中距离给打出来了。所以这个过程对他来说，可能至少我个人认为不是最明智的选择。对，我们第三回合看一下他们有没有这个移动和控距离的变化哈。是的，你看又是这样的前手连续前点，我就说给点出去，高扫上头，尔康的动作还是非常的明朗，是自信心也打上来了。确实是因为第二回合觉得拿了一回合了，所以第三回合看能不能乘胜追击，可能会更自如一些啊。是的，就是越打越放松，而且自己的优势又那么明显哈，12公分的臂展优势发挥的淋漓尽致。是的，不仅前手能够打到啊，自己的后摆也能打到，这个自信心提的是很大劲儿的。你看，对于这个白立帅而言啊，他可能在冷静成熟的这个基础上再去做重击。是，你看，就是在这个位置，就是在对手很舒服的位置站着，这个对他来说肯定不是最好的选择，没错。像这种有身高差的一些选手啊，一定要去控制好自己的距离，没错，拿到自己的优势的距离。就是你中远你打外围肯定是不行了嘛，对吧？你看又你伸不进去，你打不到，你又不往对手的内围去进，主动去打对手，那你就只能像沙包一样。对，尔康也是很聪明啊，包括刚刚刘晓明在台下，我看又有一个指导，是
很着急啊。对，你要把对手往前顶啊，百力帅，我现在看着替他有点着急了。第三回合时间过半了，就是老是你站在对手很舒服的一个击打的位置，这样对你来说不好。你看他就是这样，就是他的拳基本上是够不到对手的。就是后手的这样的勾拳和摆拳是打不到对手的。但是你看这个距离，看我刚刚说，就是尔康这个后手的摆拳就打得很顺，很流畅。对，就这个距离打得很顺，能够打到。白力帅可以跟这个刚刚这个张子豪啊，他可以他们两个综合一下，对，把自己的腿法也可以用得上啊，哪怕是打近距离，你出不了拳的同时，你把腿用上，对，也可以加分。那这个时候，你看尔康如果就是在很合适的位置打一个一二一，对吧？就很明白就打出来了。哎，又是一个，你看后手的位置，这样还是很顺。这样对于这个白力帅来说呀，很难打到自己想要的点。是，所以这就是比赛节奏的问题嘛。姚闪上来之后，其实就是我个人觉得是体能问题，不然的话还是有机会在后手就又上去了。是的，那当然有可能这个白力帅啊，因为鼻子流血出血会有一点点影响啊。对，有些忌惮吧。对，哎，不错啊，这两个后手给的一个平勾接一个上勾，再接一个平勾。其实这也说明了一个老将和年轻选手他们俩的区别啊，就可能老将的顾虑更多，而年轻选手敢拼敢打。对，有的时候就是想的太多了，就是吃点好事啊。对，阻止你前进的步伐。 对， 对，所以我觉得尔康在这一回合发挥了他自己很大的优势啊。是，其实就是身高臂展的优势，这场打的还是比较的明晰啊。再加上我个人觉得尔康在步伐的移动上做的还是要比对手更好一些，因为这场比赛身高臂展没有优势的白力帅并没有更多的去打自己相对有优势的内围，而是选择了中远距离跟对手来做一个对峙。但这个对峙过程当中，就刚好尔康打的就会比较顺手一些，而步伐上又没有给对手太多的压制，没有牵制到对手太多。是的，所以在知道配对的时候，我觉得运动员就在私下去训练的时候应该把这个距离一定要好好的控制一下。这样的话上擂台的时候就很快的找到自己的节奏。好的，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下半场比赛最终结果。这场比赛是一场年轻人和经验丰富的老将之间的较量哈。我们上来之后呢，发现这个白力帅拳很硬，而他的对手尔康呢，感觉一上来面对对手的时候办法不是很多，但是随着比赛的不断推进之后呢，尔康也逐渐的找到了机会。那这场比赛结果到底是老将更胜一筹，还是我们的年轻选手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呢？下面宣布比赛结果，场上三位裁判员一致判定30-27，比赛结果，红方胜。Winner!